它会引起一定的听力下降。我们知道我们这个鼓膜啊，就像我们这个鼓，如果鼓上面这层皮破了以后，它那个肯定就打不响了，所以它一定会影响听力的。那么影响听力的程度根据鼓膜穿孔的大小和部位，如果要是这个穿孔比较大，影响的肯定就比较多。如果要是松弛部的这样的一个穿孔，对听力的影响可能相对来说呢比较小。外穿性的鼓膜穿孔，如果穿孔比较小的话，没有感染，也没有进行额外的这样的一个干预，多数情况下面是可以治愈的。如果比较大的这个外伤性的鼓膜穿孔，治愈的可能性相对来说比较小。